我们是核心精密，是全台湾最大的五轴高精度转台的制造商，也是目前台湾台唯一获得 AS910 品质认证的分度盘厂商。我们的使命是提供分度盘高智能整合服务，协助制造业在工件的精度精准加工，打造核心inside，让核心分度盘成为工具机加工精度的核心。品牌之路是企业想永续经营的必要选择。当品牌价值由内而外，从同仁到客户都能真正感受到，就是品牌力大于产品力的时刻。这时候品牌溢价效应才会出现。不仅让企业经营风险降低，更能够成为品牌的正向回馈力量。企业有更多的资源投注在产品研发、人才培育上，让产品不断迭代、精益求精，让人才受品牌理念的吸引，并且凝聚。所以品牌理念，让一群人一起走得更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品牌。事实上最大的挑战，是不连。当我们在投入品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有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串起来，导致客户对我们的品牌印记不够清晰，甚至企业内部对品牌的认知也有不同。其次的挑战是因为我们专注于品牌产品研发的制造很久了，对品牌的概念比较模糊，不知道该从何下手，也不知道如何执行。为了想打造品牌做了很多事，但是我们自己认为美的地方有可能不是客户要的，做不到关键点上，这很难让客户在心中留下品牌的印记。透过征关顾问的辅导，让我们聚焦梳理出影响客户决策的核心品牌核心讯息，同时让内部同仁更理解认同核心的品牌定位与价值。此外透过辅导计划，我们更学习到品牌经营的思维，我们无法什么都做到100分，取舍是企业经营的关键。透过客户关键时刻的洞察，掌握影响客人决策的关键时刻，协助我们聚焦品牌资源，对客户对同仁都能找对人，说对话，做对事。领导者做对的事，管理者把事做对。品牌的路很长，坚持很痛苦，但坚持下去就离成功不远了。